这一包一包的作品都是南投县美术学会会员的作品。南投县美术学会的会员都是南投县台塑级的艺术家。在十一月底、十二月初，那我们南投县最大的一个美术团体南投县美术协会就即将在文化局这边展开一年一度的会员的一个大作的联展。那我们知道南投县美术协会有近30年的这样的一个会务历史了，那不乏培育了相当多的杰出的年轻的这些艺文尖兵跟后辈。局长表示，南投县美术学会是一个很大的会，大概都有200几百的作品要做展览，之前都要做两次来做展览，经过征收了后，会当让民众一次就看到这些台塑的作品。那这次大概有展览了200多件到近300件的作品，就含水墨、油画、书法、立体陶艺，近200多件的作品，我想内容一定相当的丰富跟多彩。那希望我们南投县的民众，还有我们艺文界，能够把握时间，在这个礼拜开始，一直到12月中，能够来到我们县文化局4个展览厅，来一起来欣赏我们这次南投县美术协会他们年度的会员大展。这次的作品演讲是非常的多元，这次的展期为11月23日到12月4日，总共2礼拜的时间，希望民众会当来一座文化局欣赏这些台塑级的艺术品。记者郭一麦采访报道。